梁君彦議員。啊，主席。嗱，我主席，我講嘢咧就有系統嘅。正話上一次食飯之前咧，講到即係呢一個保安局局長唔去責成呢一個警務處處長阿曾偉雄咧，必然會引起咧其他紀律部隊嘅即係綱紀係破壞。嗱，今次咧我就講呢、這個總目45啊。即你先講嗰個修正案嘅編號，總目45，即係嗰個修正案嘅號碼咧，就係、是修正案編號192，黃毓民議員就係呢個總目45消防處分目000，擬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45削減182,800,188,000元，咁好少嘅啫，咁就。削減大約相當於消防處就加強資源、增加土地供應、開設5個職位的薪酬開支的全年預算。咁老實講，喺公務員裏面咧，郵差同埋消防員咧就備受尊敬，一個咧就係、是、冒險犯難，一個咧就係、是、踏破鐵鞋都派信。咁所以我哋都係愛錫佢嘅。咁所以咧就只係咧係略作呢、這、一個。懲戒就係即係等佢哋咧揾，即係佢哋增加土地供應咧，就係即係話擴展個服務啦，就等佢哋咧係不能咁樣做，即係要佢哋抽調其他資源咧係嚟做呢樣嘢咁解嘅啫。咁啊，大城小界點解會係咁咧？嗱，消防處係一個紀律部隊嚟嘅，大家都知道，亦都係受到咧最不公平對待嘅紀律部隊，係嘛？即係佢哋要受特殊嘅訓練啦，佢哋面對危險非常之大啦，咁。而佢嘅薪酬咧係最低嘅，所以其實真係情何以堪。嗱，咁呢個消防處，我正話講到尾嗰陣時候，如果你記性好咧，就講《東方日報》嘅事件。嗱，呢個濫權嘅程度到咩咧？咩程度咧？點解係要對佢做懲戒咧？就係話說喺去年六月咧，就出現咗一件好奇怪嘅事啊！就係話咧，呢個《東方日報》嘅大廈裏面咧，有一隊消防隊去，話接到投訴，要檢查佢哋嘅即係電腦房呢、這個電腦嘅設施，驚佢哋咧就會出現危險，嗰、那個消防嘅設備咧係有事咁樣。咁就人哋問佢話：咁你？點樣？你接到咩投訴得知得假？你自己都唔知查咩嘅咩？佢真係唔知喎。佢話總之開門俾我查啦。咁啊查人哋個電腦，即係喺嗰個電腦房嗰度查。嗱喺呢件事上面，你睇到咧，這個消防處可能係淪為某一啲長官意志之下濫權嘅即係當然唔係成個消防部啦，即係講呢一個個案。嗱，我點解我喺正話講嘅時候？花咗咁長嘅時間去講話曾偉雄咁樣做咧，必然會令到其他紀律部隊都犯難啦。我揀曾偉雄嘅時候咧，冇話減佢人工嘅，我係減保安局嘅人工。今次就嚟到具體就係講，由於咁樣，消防處都要接受呢個懲罰。雖然間咧，佢係被好似禽流感咧，係俾他人傳染。嗱喺呢個問題上面，東方報業。當日咧就喺度猛咁鬧政府，咁消防處咧就毫無理由之下，人哋交出咗具體維修消防設備嘅證據之後咧，佢仍然都硬闖入去，仲話聲言咧，如果唔俾佢闖入去咧係犯法。嗱，當然佢有咁嘅權限，但係事後亦都不了了之喎，係咪？亦都冇再跟進，亦都冇解釋佢接到邊個投訴。當然佢接到投訴係應該保障嗰個投訴人嘅私隱，但係梁國雄議員，你而家所針對嘅咧嗰個修正案咧，係削減相當於消防處就加強支援、增加土地供應、開設五個職位嘅薪酬。你將一件事幹嘅細節作咁詳細嘅去。評論咧，我認為係無需要嘅，所以請你精簡。
係精簡。咁我就講第二樣啦，係咪？即係我明白你個講法嘅，就係話一件事咧，你舉咗例就算啦，你使乜講到話公仔話出腸啫，話公仔算啦。嗱，第二個咧就係更加係令到大家咧係非常之氣憤嘅，就係救護員會咧函特首爭取脱離消防處。你諗下，救護員長期被呢個收編喺呢一個消防處裏面咧，受到呢個唔公正嘅對待，係咪？咁而呢一個長期唔處理喎，本會嘅保安事務委員會係有處理過呢個問題喎，但係本會同呢一位呢一個，尤其是葉柳喺度啊，佢哋長期都為嗰個消防處嘅嗰啲低即個原錯級嘅員工同埋啲救護員咧，係上嚟陳情嘅。喂，我哋講咗咁多次，你都顧置若罔聞。不過葉太就今日不方便講嘅，如果唔係佢加埋落嚟講啦，嗰個會長都係佢嘅朋友嚟嘅。喂，主席，你可以咁樣講嗱，我而家舉咗呢個例算啦。就不過咧，喺呢個問題上面，消防呢、這個救護員啊，同呢個救護員被收編喺呢個消防處裏面，而不能夠享受同消防處員工同等待遇咧，其實係有違同工同酬嘅呢、這個嘅原則嘅。咁我算啦，又揭咗去第二度啦。嗱，仲有一樣喺呢個審計報告2013年咧。嗱，我即係就咁流水帳啊，費事拗啊，主席，因為真係慶祝難書。嗱，喺審計報告嘅2013年咧，監察消防裝備嘅保養失當，令到大量嘅原本可以保養到嘅消防裝備咧，係要報廢。咁俾唔俾錢佢咧？咁因為我了解到黃毓民議員嗰個原意就係話唔想對佢太差，所以我係支持黃毓民議員係收緊佢。另外一個就最離譜啦，就好似今日我哋呢個立法會一樣啊，警鐘誤鳴一年100次，知唔知點解啊？即係話咧，消防隊一年即係響個鐘報錯案100次，嗱一響鐘係要。大家都知道啦，喺附近嘅交通要阻停止啦，係咪直勤嘅消防員即刻要出動啦。你話係咪不可忍受？又係見審計報告2013年監察通風系統保養失當，好簡單啦，呢、這個就無謂再講啦。因為消防署而家係要即係好似我哋呢度一樣嘅。即係話你個通風系統同埋呢一個消防系統咧，同埋一個系統嘅。如果你有監察嘅時候咧，就防範於未然。但係佢監察通風系統保養失當，即係話咧裝咗啲嘢係用唔到嘅，佢又得喎。咁呢個全部都喺審計報告2013年嘅，我不再即係詳述啦，否則你又制止我啦。延遲跟進投訴。就見呢個審計署嘅報告就點樣呢？就係呢個啦。呢、這個就係真係唔翻轉頭講唔得啦。跟進報告即係話要你有啲嘢要做嘅，人哋問你或者有啲嘢未解決嘅，叫佢做佢延遲，令到嗰個投訴人得唔到合理嘅答覆，費時失事。但係《東方日報》嗰單嘢呢，就有個匿名人或者唔係匿名人呢。走去投訴嘅時候呢，就硬闖呢一個非常之敏感嘅傳媒闖入去裏面。其實傳媒唔係隨便入嘅，而佢依賴一個匿名投訴夾硬入去，人哋已經具問，即係話呢拿出呢、這、一個佢所指嘅所謂呢、這個監察，佢話通風系統保養已經講咗㗎喇，係我已經最近一個月做咗喎，佢唔理一定要檢查，視人哋嘅證據為無物，濫用緊急救援車，呢、這個算啦，唔講佢，因為大家都知道㗎喇。12分鐘到達現場未能達標嘅，又多，係咪？救護車以外增加，咁嗱，當然呢個咧公道咁講啊，
啊，主席，你唔講你唔知，因為而家你做咗主席之後咧，就唔使去事務委員會。救護車嘅意外增加咧，就係因為佢哋訂啲救護車訂得慢，因為是需時。咁而且咧，我哋嘅街道又狹窄，所以救護車嘅規格咧，喺香港嚟講咧，真係慘絕人寰噶啦。咁所以咧，呢一度個意外增加咧，其實可以酌情嘅。嗱，仲有一樣嘢啦，就係、是、各位。我哋呢個立法會係非常之善忘嘅呢個地方嚟嘅，係咪？只聞新人笑，不能救人哭。咁但係曾幾何時，旺角花園街大火，主席你有所聞㗎？你貴黨嘅區議員葉傲東去到，我都提醒咗佢去邊度揾邊位。嗱，呢個花園街喺2011年發生咗四級大火。死因裁判官陳碧橋咧就批評消防處有過失。喂，大佬，哇，真係響雷啊！冇做嘢啊！嗱，而家已經過咁多年啦，主席，嗱，2011年發生，我算你俾我哋立法會度講啊，陳碧橋這個死因裁判官做咗嘢，我算佢係2020，即係2012、2013。而家要新開設嗰五個職位有咩關係？嗰五個職位就係幫佢去擴展土地嚟服務㗎嘛，即係話俾令佢個服令佢咧係揾多啲土地嚟做消水車管㗎嘛。花園街大火個案件有咩關係？好簡單，你聽我講，你唔明白我嘅講法。黃毓民議員就覺得消防處咧其實真係勞苦功高嘅，咁佢覺得如果真係削減佢嗰啲需要嘅服務呢係會死人嘅，我哋都明白，所以我哋就唔減佢嗰啲服務，即係真係去救緊火啊，去救人嗰啲，我哋就減佢擴展服務嗰度，你明唔明啊？我哋唔係冇情理㗎，好似佢哋咁講㗎，喂，你扣咗錢做咩啊？咁我哋咪喺呢個問題上面真係唔玩啦，就係話如果你想擴展服務去搵地方㗎，主席搵咗地方仲要俾錢，我哋就唔俾你啦，你改善咗服務先，明唔明啊？係咁樣樣嘅，我哋係酌情處理嘅，唔係話係又係咪搞唔搞？所以你如果知道我咁樣講嘅時候咧，我哋今日如果有保安局或者消防處嘅喺度聽咧，佢會知道佢唔改善我正話講嗰啲嘢咧，佢哋係冇機會擴展啊！即係佢哋仲要屈質喺一啲好舊嘅消防局。我去過黃竹坑係好差。咁你老實講，有乜辦法咧？我哋嘅制度係要減錢不能加錢啊嘛！如果我要獎勵佢話我俾咗錢你做嗰啲服務係做唔到噶嘛？要問阿曾俊華噶嘛？嗱，所以你聽我講埋就明啦。呢個真係你，如果你做，如果你係換咗個位置，你都係咁做嘅啫。如果你唔係，我唔諗唔到你有咩方法可以咁樣做。嗱，所以其實喺呢一個2011年嗰個大火報告，而家冇改進咧，我覺得係我成個法問題嘅重心嚟㗎啦。因為點解咧？花園街大火之後咧，類似呢啲咁嘅，好似花園街咁嘅樓宇同埋有劏房嘅樓宇咧，其實我哋嘅政府好重視佢哋嘅消防設備嘅。發展局我哋講過啦，發展局亦都講過咧，要用一隻活化工廈整10000個更加好嘅劏房出嚟。但係而家劏房繼續噶嘛？劏房繼續嗰啲樓梯嘅逃生啊，或者係嗰個棚架裏面用嘅材料係咪唔可以着火啊？喂，你而家行去花園街或者花園街周圍嘅地方，你睇下有冇改善到，係咪？咁而且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有啲就係照明燈啊、滅火喉啊、消防鐘啊，冚唪唥呢個消防署話咗唔可以做嘅，你而家去翻睇翻就知道咧。繼續係存在嘅。嗱，舉個例，喺個消防嗰度掛遮，咁你有乜用咧？係嘛？掛下就爛啊嘛。咁所以主席，我喺度同即係我知道你知道我用神之後咧，我而家同我剩翻最後一分鐘同啲消防員講，我都好尊敬佢哋，已經係冇呢一個有水過水冇有水放水嘅時代。消防員而家克盡職能，我都去睇過。是好辛苦，但是消防處的官僚咁樣做，我哋今日就黃毓民呢一個所謂削減
經費呢，其實不是針對消防員，是針對個處。請各位呢是包含包含，我哋真係狗飯喂狀元，你睇過粵語劇㗎啦，就係俾啲狗飯嘅狀元食，未做狀元嘅人食，等佢發奮去做到狀元。狗飯喂狀元呢、這個咁嘅民間嘅劇目呢，就係、是、我發言嘅要旨。多謝主席。